发现哦，因为有时候要唱个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弹一个半小时手会酸，然后唱个歌曲的间奏又换边，哎，这个变得比较好玩。好，刚刚唱了三首哈，那接下来。来弹一首演奏曲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演奏曲跟 月光有关系哦。那东海岸有一个那个月光海音乐会，所以跟月光有关系的一首歌。好，跟刚刚那一首《旧岸堂梅》哦，同时期的作品，也是五个字的，然后有月光，刚刚讲到那个月光海音乐会，在那个都立哈、哦，好，接下来用乌克丽弹一样的月光演奏曲，谢谢。
谢谢演奏曲。